出来哦。那比如说我填入我的这个性别，然后再填入我的体重啊，这里记得是要那个是有它的单位是米啊，体重的身高，体重。那你再按 Enter 之后啊，它在这个地方按跳开啊，把这个小键盘按计算，计算之后它会跳到下一页去啊。下一页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结果秀出来，那并且可以回上一页。那特别注意这一题哦，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做这个动作，怎么样把结果呢传送过来之后，你做一个计算，那把这个计算结果秀在这里，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也要有一个说明，这边有个说明，有总共有三种哦，三种。那这三种部分的话，三种文字哦，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 key 上去的，而是它已经提供给我们了。特别注意在哪里呢？在我们的专案档里面呢，有一个 resource 里面呢，特别注意这边有个 value 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 advice 哈 ，advice 你把它点开来，它这个是一个资源档哦，里面有很多文字，我们将来要存取它，总共会有三个，记得不是自己 key 上去，三种建议呢都要从呢这个 resource 档里面的 advice 里面呢去做存取，那总共呢会有几个哈，总共会有四个，第一个是 BMI 结果。所以到时候的话呢 ，BMI 结果这几个字呢，你不能用自己打上去的，你必须要存取这边的 resource 的 advice 啊，特别注意。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它过轻的话呢，那你给它的建议的时候呢，你不能打这个您该多吃一点，而是你要存取这个 resource， 它就是要考你会不会存取 resource 档里面的文字。那还有呢这个如果适中的话呢，那就体型很棒。那另外的话，还有过重的话该怎么？这个地方也会秀出来。那怎么样存取哦？这个 advice 的这个档案，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打开这个下一个下一 class 哦。那这边的话呢程式部分呢，它大部分已经帮我们填好了，所以你考试的时候呢，针对考试部分呢，上面部分呢是已经完成了，上面部分呢这些不用写，不过你当然可以参考啊，上面部分不用写。从我印象中是从这边，从那个程式开始到这边，这个是他已经帮我们写好的，所以你这部分呢是不需要自己撰写，需要自己撰写的部分呢是下面，他要考你就是说，第一个，你懂不懂这个 BMI 的值的格式化，这地方这个会自己要加上去。第二个呢，取得 BMI 值，这个要自己加上去。BMI 值建议，所以会有三个。这个三个部分的这个程式是自己要撰写上去的这个部分。那首先的话呢那昨天的部分呢第一个当然因为我们系统还原了，所以再把那个昨天的，假设说你要重新再建立一个你昨天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从操作题里面一样再把昨天的部分呢再把它这个汇入进来那这动作呢这边按开始按开始。那一样会在你的 C 点底下会产生这个资料夹那这里 Android Project 的部分那一样这里我建议你给它不要叫 DD 这个它这个名称叫 GDD01。那理论上呢如果说每一题都叫 GDD01 的话，第一类有10题，那会有10个会有冲突啦。我建议你们名称给它取。假设你在练习的时候呢，你就取这个它的题号那这边的话呢，给它版本。那差别就是这个地方昨天大家有讲过那简单再复习一下。那这边的话呢，在 C 点底下这个路径，那将来考试的时候路径也是一样将来在 ANS 点 CSF 这路径呢，会有3个档案3个资料夹 ，GD01 一直到 GD03。那你们考试流程第一步呢，一样就是做这个动作，那按完成，就会汇入你的专案档你的专案档。那这专案档里面的话呢，它预设这边我们一样可以找到这个档，找到这档。那我想你们先把这个档案开起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到底要撰写的部分呢，这3个部分呢要该怎么做你会发现我开起来有没有？实际上呢上面部分程式已经写好了，所以我就暂时先不用管它那再来的话就这个，还有这个，这3个东西等一下再来看，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